相似案死者潘小颖的妈妈在凶嫌陈同佳出狱两年之际，再次到政府总部前见传媒。她原本约了陈同佳协助办理到台湾投案的管浩明牧师、保安局长等到场对话，不过最终只有她出席。我不可以承认的事，永远都是这样拖下去。你真的好辛苦啊！他希望台港政府能好好沟通，寻求方法处理这起凶杀案。首先香港我谂行出第一步先啦，都要同台湾倾先得噶，佢连倾都唔倾。如果无法在台审讯，也希望特使特办在香港审讯。这凶手及被害人都是香港人的案件。香港保安局长指陈同佳未能赴台是台湾在政治操弄。摒弃呢啲咪政治操弄，系攞翻呢个人性，攞翻公义，容许陈同佳咧系翻去咧系就住自己嘅行为咧系去付出责任。管浩明牧师则出示律师文件，指曾经七次致电刑事局单一窗口，希望能到台湾自首，但被回复不要再打电话。法务部则指已经多次向香港提出进行相关的司法互助，早日实现司法正义。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。